凑个女翻嚟，仲要督佢做功课添啊！咁我得闲同你倾下偈啦。咁就啱啦，等个肥仔咧平时做多啲嘢，唔好走咁多先。唔好意思啊，等等我复个信息俾我同学先。哦，哇，系喂，全部都鸡肠嚟嘅，你好多外国朋友嘅咩？我大学同学嚟噶。呢、這个同学咧同我好啱倾，好似同你一样。虽然我哋依家咧隔得好远，但我哋无话不谈嘅。佢、最近咧遇到啲感情上面嘅烦恼。吓、啊，哎呀，女人咧如果有感情烦恼真系好鬼麻烦嘅，左谂右谂，谂极都谂唔掂啊，好容易变老噶。即系我同嗰个肥仔咧，虽然咧平时都好多拗撬，不过咧佢又对我几好嘅，就唔似啲单身女人咧有咁多烦恼，真系。我唔系单打你单身感情冇着落嘅，我唔系呢个意思嚟噶吓。唉，你同我定喎，单身啊嘛，我依家不知几咁享受我单身嘅生活、自由自在系咪先？仲有啊，你听我啊，你细妹我条件咁好啊，点、可能咁快揾到男朋友啫？宁缺勿滥。系啊系啊，即系慢慢拣啊嘛，系嘛？不过我呢个同学咧就惨啲，佢啊。呢排咧又话要同个男朋友分手，分咗之后咧佢又后悔，又想复合啊！千祈唔好认低威先啊，要摆起个款，等佢挨翻你转头。不过我而家同阿成哥冷战咧，佢又唔睬我，我又唔睬佢，咁点啊？继续冷战咯，千祈唔好心软啊！心软咧，你就输晒噶啦。你仲睇住我？华八姑呢啲咧，就系旧时代嘅女性，处理感情嘅事咧，真系好低张噶。系啊，冷战点解决到问题噶？系咪先？系只会等两个人嘅感情打晒死裂，你话系咪啦？冇错冇错，我都觉得你讲得啱噶。咪系咯，所谓宁教人打仔，莫教人分妻嘛。冇错啦，所以我依家咧就要帮佢写翻封复合信。吓、啊，你帮人哋写情信啊？你使咩咁怀疑眼神望住我啫？家姐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读书嗰阵咧，写作文成日攞奖噶。仲有咧，我喺班入边有个绰号叫做复合神笔。凡系我写嘅复合信咧，箍翻煲嘅咧，成功嘅几率有90%之上。哇，咁掂啊！喂，你应该做呢个副业喎，帮人哋箍煲喎。即系你同个肥仔离婚咧，我帮你写。错，冇啲咁嘅事，唔该晒公公吓，终于寄到啦，又有新书睇啦。先验一验货先，今次会寄得咁耐嘅又系，看来他还是心情特别苦闷的，这个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哎呀，你已经有女朋友噶啦？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和茱莉亚肯定回不去了。可是看到他这个样子吧，我这个心里边还觉得，哎呀，不是这个滋味。真系难得喺屋企咧休息啊！你话一个人嘅生活几好咧，系咪先？悠哉悠哉，舒服。点解咁热嘅？哦，系，空调坏咗。点解咁耐都唔嚟整空调咧？又真系嘅，啊，窗调。Honey，这好像是封情书啊。从他的窗口飘下来的。难道他是在提醒我？他是说，老总啊，拉埋口面咁做咩？唔舒服咩？啊，是有点太晒了，有点不舒服。咁唔舒服，快唞下先啦。啊，他为什么要用英文给我写信呢？他应该知道这不是我的长项啊。好像是封情书啊。他肯定是想
要告诉我什么？不行，我得马上把这封信给翻译出来，我看看他到底想说什么。我爱着的曾经的你，这第一句就表明这封信就是写给我的呀。他用英文写信，就是想避人耳目。他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呢？我要翻译下去。最后，我只是对你说一句：我们的未来还在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天哪，你怎么现在才跟我求复合呀？亲爱的，啊，做咩啊？哦，你做乜嘢头汗嘅？哎呀，天有点热呀、啊。你家做嗰啲咩嚟噶？啊，就是我想找纸巾呢，没找到，我就拿个废纸擦一下。哎呀，纸巾咪喺你隔篱咯，唔搞错你。啊，这样，哎呀，就是这两天的这个太阳啊，晒得不舒服，不过现在汗发出来了。哎呀，阴功咯，晒一阵太阳就话唔舒服啦。嗯。哎呀，不过又难怪你嘅，咁多年嚟都得你一支功。汤水肯定不够的啦，是不是成日都靠吃阿祖师奶那些二手汤啊，哪有够的啫？来，我今朝一早煲的，我趁着中午休息呢，特登拿过来给你喝的。嗯，华女啊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，我妈不知几紧张你啊，成日跟我说做人女朋友呢就有女朋友的样子。哎呀，我唔同你讲啦，我赶住翻去翻工啊！嗱，你记得饮啦吓，饮晒佢啊，知唔知啊？好，啊，得啦得啦得啦，啊，你慢走啊！陈小妹，你何德何能啊？你让华女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忍心伤害她呢？未来的丈母娘已经把你都当亲儿子疼了，朱莉呀。让我情何以堪呐、啊！小妹，朱莉亚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写这样子的信给我了。你这是破坏我和华女之间的感情。我对华女是一心一意，我只爱她，我是不会让我的女朋友华女伤心的。小妹，我放低我骄傲的身份求你复合。难道你就不考虑一下我？请你自重。我现在一心一意的对我女朋友，我的心里只有她，没有你。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陈小妹，如果我日后再求你复合的话，我就不叫朱丽娅。最好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你解释清楚。我让你断了这个念想。求下你啊，俾多次机会我啊，一次就够啦。哎呀，你烂开啊！哇，抵喎、啊！发生咩事啊？只要你肯应承我，我咩都答应你噶。喂，大佬啊，我向你示好咗咁多年，你咧就眼尾都唔会射下我噶吓。嗱，直到而家我男朋友出现咗啦，人哋真心去爱我啊，同我求埋婚啊！你真系想食回头草啊？怎么这么像我跟朱莉亚呀？眼前这个女孩就是我呀！对，对这些不会珍惜、只会马后炮的没眼光者，就得狠狠地拒绝。因为离开咗我之后咧，我发觉自己我真系好中意你啊！我真系蠢到自己连走步都唔知道。我为咗同你复合，我已经拉受还福向你道歉。买晒大厦嘅电子屏，向你示爱噶，唔通你真系一啲都唔感动嘅咩？我呢一世都唔会感动咯。我话你知啊，就算江水倒流，阿高山变埋平原啊，你唔使旨意等到我会同你复合啊！做得好，拉开阿静啊！我知道错啦，我真系知道错，我死都唔放啊！哎呀，为咗感情搞到自己咁贱格，真系失礼死人啦！做人做到咁冇面啊，我都戥你丑啊！拍啦，其实以后怎么做人喎、啊。
张女，你原谅我啦，张女，张总。把你放开呀、啊！我唔放，死都唔放啊！哎呀，你放开！不行不行，勒住肌肉怎么办呢？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呢？不行，当然不行嘞！小伙子，姑娘先不要那么激动，好吧？小伙子，你先起来，先起来，站直了。姑娘，你可以拒绝他，但是你不能当众的侮辱他，你不能践踏他的人格，你不能伤害他的自尊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喂，你这么激动做咩啊？我怎么激动了？他这样做就是不对，法海，你根本就不懂爱。搞掂，我啊写埋草稿帮你写呢一封复合信啊，都算系咁咯啩。希望呢封信可以帮到你啦。我咁多年咧，同各路闺蜜写咗咁多求爱信同埋复合信，封封都发挥作用嘅。睇嚟我呢一个情书圣手嘅绰号都唔系浪得虚名嘅吓。执翻佢先。咦？我头先嗰封草稿咧？点解唔见咗嘅？哇，咁大风嘅，唔通飞咗落楼下？睇下先，弊啦，唔见咗添，唔得，我要揾下先得。不能这么直接的拒绝他，但是我怎么才能够既拒绝了他，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呢？老张，系喎，头先我带好多人都执垃圾噶，因为佢执咗啦。小妹，茱莉亚，茱莉亚肯定想问我看完信后的态度，这大庭广众的，我更不能拒绝他了，怎么办呢？陈小妹，跑吧。陈小妹。陈小妹，陈小妹，听唔到系嘛？打个电话俾佢先。喊这么急，可见他求复合的这种心情是多么的急迫呀！搞咩呢？咁大声嗌佢又听唔到，打电话又唔接，佢系咪撞聋啊？死咯！又近视又撞聋，好彩我嗰阵时冇拣佢啫。唉。这苦苦相追，啊，这让我怎么办呢？这茱莉亚的未接来电，始终只有一个，我没接她的电话，她就不咋过来了吗？难道这说明她是知难而退了？这到底是不是啊？梗系唔系啦，话唔埋茱莉亚而家匿埋喺被头入边喊紧啊，哭啦！啊，好出奇啊！佢写信俾你，你又拒绝；佢想当街追问你咧，你又拒绝。哎呀，冇办法啦，我打个电话听下你把声得唔得啊？都仲系拒绝。喂，大佬啊，茱莉亚女仔嚟噶。而且仲要是一个咁感性、知识水平咁高的女仔，俾你咁样连番否定、连番打击，自尊同人格受到好大嘅伤害，而家喊到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哎呀，真好啦，不要再吓唬我了，我就是不知道现在他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怕他受不了，我才让你过来给我出主意的。准备，你
我胆小，你吓着我了。我唔收你钱咪已经算好咯，啊！头先就系专家俾你嘅分析结果，你而家系咪唔信呢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听我跟你分析一下，他就是再娇嫩如梨花，茱莉亚，她也是个职场女性啊，知识女性，她连这样的压力都扛不住吗？即系你觉得佢有抗压能力系嘛？你觉得佢系塑胶花定系不锈钢花？你有冇见过梨花嘅大佬？好娇嫩噶，仲要俾你只咁嘅你只咁嘅榴莲，又大份又有刺，硬生摘落朵梨花度，梨花渣都冇啦。我真是非常恨自己，做咩？又有才，唉，长得又帅，你说我害死多少人？哎呀，所以说，我过来就是想求求你，无论如何给我出个办法，出个主意，既能让茱莉亚死心，又不能伤害她的自尊心，就算我求你了。真是一个菠萝砸在梨花上。看看入面装了什么东西。哎呀，赵坤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啊？梨花小姐，她听完这只歌之后，以她咁聪明，应该完全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的。好了，那到这里她就可能会关了这只歌，令到所有东西都回复平静，那就已经解决了。不平静了。你的离去让你无奈。歌在播了，他在听了，他到底什么反应呢？找个好人就嫁了吧，找个好人就嫁了，这个好 low， 鬼难听的。哎，得了得了，好沉好沉。乜点解掹咗个腰盘仲唱嘅？哇，唔系啊嘛，唔通中咗病毒？天哪，这个歌声是越来越大了，而且还停不下来了。如果呢只歌佢冇关，仲要反复播放，咁就好危险。咁就讲明明，梨花小妹妹佢个心仲系好痛苦，好纠结。你放呢只歌，非但冇帮佢疗伤，其实对佢嘅精神仲要系一种虐待，简直就系喺佢嘅伤口上边撒盐。哇！啲病毒咁犀利嘅，我控制唔到，我点算啊？有冇人帮下我啊？死啦！左涛，根本无法控制对我的感情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了。我认为他的现在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我给伤害。你呢封点解似系求爱信嘅？你自己写信你自己唔可以交咩？我茱莉亚用得着撩拨你吗？